对，我看到他说特别开心，还跟他抛了个媚眼。那咱们还等什么？咱们结拜姐妹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天上的玉皇大帝和地下的阎王菩萨，还有柳青、柳红、金锁，所有看得见我们和看不见我们的人，你们都是我小燕子的见证。我今天和夏紫薇结成姐妹。一开拍就是说林心如要被换掉，说林心如演的就是说也不是说，反正就是说演的可能觉得有点问题。我们都很难过，两个小朋友处得很开心。我觉得他要走了，还带他去吃北京烤鸭。然后我们俩还站在天安门前合了一张影，然后以为就此挥别了。结果陈浩老师又多看了几遍以后，吕新茹再继续聊聊戏一段时间吧。我们又很开心的在一起拍戏了，这样。我们三个关系挺好的，你看我之前跟赵薇，我们因为刚刚好。我在这边拍的时候他也在这里拍戏，所以我们就碰了好几次面，就吃饭啊，然后出去玩啊，本来就各自有微信，但是后来我们就拉成了一个群聊天。我就看到他坐在下面这样开心一下，对我笑了一下，我也这样用眼神交汇了一下。然后等他节目表演完之后到我家来吃饭吧。你做给他吃吗？不是我做。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。梨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